大家好，今天又去山里拔小竹笋。昨天下了一天雨，可能那些小竹笋又长出来了。今天准备去拔一点回来晒笋干。过了几天，这个笋就长出来了。你看这个笋，都是大颗的。看，这种最合适。下了雨之后，这个笋长得特别快。哇，这里四颗，五颗，像这个过两天来最合适。看这个笋，看看这些，这里有十多颗。这种小的过两天来。哇，这一大片。太多了，拔得真过瘾。看这么粗，过两天来拔最合适。哇，这里这几颗特别大，哇，这颗。你看，看，全部是这种大颗的。拔了这么多，全部是这种大的。看，都是这么粗的，拔得太过瘾了，都忘记累了。好了，回去。